他一直就在大门口外边跪着，我把人带进来以后，围观的人就都散了。你这是闹的哪出啊，杨九红？这都过去18年了，你还不死心呢？我今天让你跨进这白家的门槛，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句话。 只要我白文氏还有一口气儿，你就永远别想在白家登堂入室。您不用赶我，我今儿就在白家待着，不走了。哼，那好啊，好，老屁，在，就让他在这待着。 一直待到死了，你就拉口棺材来，把他敛了，拉到北郊的烂岗子上，随便刨个坑给他埋了。是。二奶奶，您错了。我看在您是景琦的娘家里的奶奶的份上，先礼后兵。实话告诉您吧，我已经约了好多个说书先生。 把白家七爷怎么霸占了我的身子，把白家二奶奶怎么强子夺母的故事编成了剧本儿，让那些说书先生不分白昼轮流在白家的门口说书。如果您敢找人驱赶他们，我就把这个脚本弄到报社。 我想，白家不会以这种方式来出风头吧？你果然是想毁了我白家，那是您逼的。今儿，要不然您就打死我，要不然就让我见佳丽，要不然，京城白家夺子去母的故事将传遍全国。 我小瞧你了，杨九红。老屁，在。去，把佳丽请到这儿来。是。杨九红，你就是见见佳丽，你可别得寸进尺啊！您放心，我只是想见见儿子。奶奶。 哟，有客人在啊，奶奶，这几天都没见着您，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佳丽，啊，有个客人想见见你。既然是客人，怎么不见厅里面坐呀？奶奶，这位客人是？佳丽。 我是你娘，不是，锦杰说什么呢？开什么玩笑啊！她就是杨九红。佳丽，我是你亲娘，你是我的亲儿子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你不是我娘，我没有娘。佳丽，你听我说，你别碰我，她没是你的娘，你别碰我。 你不是我娘，我娘早就死了。18年前，我在济南生下了你。你奶奶抱走你的时候，你才7个月大。就是你的生日，哦对了，我给你做了一件棉袄，来，你穿上看看合不合适。你拿走，你拿走，我不要你的东西。 我再说一遍，我只有大娘，没有娘。我更没有一个不知羞耻，在青楼里卖笑的娘。你不能这么说。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看不起我，但是你不能，因为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。在你被抱走之前，吃的是我的奶，你的血液里。 留着我一半的血，我天天想你，日日夜夜想你，
我都快要想疯了。你一定要认我，一定要认我呀！我不信你的话，你拿手碰我！把你的棉袄也拿走，我嫌脏。滚！贱女人。